目前我们这一组高原高寒动车是采用了最先进的自动化防冻结技术，它的车身和共排水管也做了特殊的防寒设计。哎，何工啊，嗯，我发现，在车段的连接处有一组不同于普通客车的风挡。这个是我们专门为了高原和高寒环境设计的止血风挡，可以防止积雪和砂石伤害到车辆连接处的关键线路。另外的话，为了抵御风沙。 裙摆的位置呢也有特殊的滤网，这样风沙就进不到设备舱里了。而且从运行速度上来讲，如果这一组车成功的话，将会成为世界冻土区铁路时速之最。好啊，何工，各位工程师专家，感谢你们为中国高速列车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呐！你们的研究设计啊。 是我们中国高铁的一张亮丽的名片。